为什么？台下有自己的理想型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太到台下，因为面光比较强，其实不太会看到台下，而且你视线太低的话不好看。听说你出道之前比现在更傻？没有啊，你只能说出道之前更会 P 照片，当时就是自己随心所欲的 P 照片，现在都是。因为大家也知道自己长什么样，所以也不太好意思，不太好意思，对吧？特别羞。这什么人你知道吗？他自己不是发了朋友圈吗？谁还不知道？我所有的导演组以及他亲朋好友们选手都替他去了真挚的祝福，也只有祝福，也只有祝福。巨星、暴富、变瘦这三个，如果只能有一个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暴富。现在还不够富吗？哼，暴富。不想用变瘦吗？这些胖瘦的实在是，所以自己一个巨星的时候不用管什么。巨星如果不瘦，然后也没有钱的话，就是。挣钱的时候，发钱的当天，当下你看到那个数字有变化的时候，大家都一样吧？那这个变化应该对你来说应该特别大。还好没有很大。应该很大。不稳定，真是艺人行业就是这样，很不稳定。以前不赚钱，以前是学生，我们也是循序渐进。我怎么抑制不住自己的笑容？循序渐进。就想如果有钱了该怎么花？怎么花？怎么花？好烦恼是吗？不烦恼啊，有钱还烦恼。有钱还烦恼。请说一段话来赞美一下暴发户吧。他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人类。人类。喝10斤白酒和胖10斤。喝10斤白酒会死，真的会死。你喝1斤白酒。那你胖10斤？那你不想死吗？那你不想死吗？那生不如死，胖十斤就我没有余地了。对漫画店被你坐穿的椅子说什么呢？正在地上对椅子说话吗？对，晚安。你所收看的所有视频绝非静止画面。你选择各红人不红还是人红各不红？可以都红吗？不可以，只能选一个。你选哪个？人红。人红。没时髦，没有才华，用也用不尽。如果你看到一双牙齿上面粘了太监，会想说什么？哎，你牙上沾菜叶了？不知道。那怎么说？你在牙上可能沾菜叶了。自己和素颜自己颜值大概差几个 ？MV 里的自己也没有很好看，就是后脑勺。怎么相比？跟后脑勺跟脸比？觉得就是演员老师的工作跟歌手老师的工作相比，哪个会更辛苦？肉体上可能是演员老师更辛苦一些。心灵上是？心灵上我不太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很走心。有一天被要求整容，你要怎么办？我还用别人要求整容，我自己主动都想提整容。自己主动都想提整容。之前一直说想整容，最想整哪个？那可多了，那可多了。还是请专业老师的意见，如果要是真的去整的话。你觉得你自己需要整哪？我觉得可能首先就抽脂吧。所以还想当 MC 吗？我觉得很难。那你有什么想嘱咐我们 MC 的吗？应该就是自己心里有点数，是自己心里有点数。男子把一个空盆子放到天台晾晒，然后回到房间睡觉。第二天，男子上天台发现盆子里有一条鱼，他意识到很多人已经死去了，现在海水倒灌吗？发洪水了？不是。为什么不是？很多人死于溺水。对，其那些人死于非命吗？对。死于自然灾害吗？对。地震吗？不是。一条鱼。龙卷风。不是。哎，这很多都不是。两个。海啸。不是。是风类吗？对。飓风吗？不是。狂风。不是。飓风和台风是不同地方的不同叫法。大家自己去查字典，告诉我怎么为什么是台风？台风把鱼刮上来了吗？人为什么会被台风刮死？不知道，处处是漏洞。这根本就不合理，台风把人刮死，然后又刮来鱼，却不是海啸。你好执着呀，你惩罚，你有什么资格惩罚我？有什么资格惩罚我？